急着赶快投球，有时候会崩。一好三坏，好者没有动，这个球打成了一个飞球，在左外野方向，蛮远的哦，再往后退，结果，结果，江坤宇出去了，所以说不一定要叫小可爱打，他就变成小恶魔了，来个两分炮，直接轰出去。哇，真的是想都想不到。所以还是老话，不短打的黄山军是最可怕的啦。哇，这一棒江坤宇本季的第六轰，4-2的超前，直接送回两分啊，太扯了。哇，也是坤宇第350支的安打。看起来刚刚在这个前一打过程当中，因为刚好越正好回垒，所以要看江坤宇有没有越位的一个情况。但裁判说没有了，应该也是没有了。哇，这个球刚刚好过大墙。有经验的。他很聪明，他走直线去。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圈圈，记得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还有Twitch哦。